就是我的吧。宝宝，对，在哪吃的？可乐的加汽油饮料餐厅，超级。台湾阿伯是啊。你阿伯哪？哦。是一个什么咖啡的？啊。是一个什么咖啡的？哦，好嘅，我想要买可乐一个，柠檬的好不好？我切过。柠檬饮料哈，我捌看内底是柠檬啊，别去看，好不好？我看一个，我看一个。哦。我把笔放在那里放的。好，哎，来，要多少钱？十块。好，十块给你。我要写。好，你要写，好，写起来。我买一罐柠檬的，十块，你写起来。写好未？写好啊。啊，笔放的啊。笔放的，好，啊，你爱读几页？用可乐好，咱可以吃，好不好？哎呦，那也真好，有一罐啥 ？Juice。啊，是啥物的 Juice？ 柠檬 Juice。柠檬 Juice 哦。柠檬 Juice。好，来，爸爸你咕噜咕噜咕噜。哎呦，那也真好啉，啊，啉了完啦，放伊搭。这是啥？粪扫桶内底哦，现在内底无啥 recycle 对无？我放入去。好。我放伊桌顶，互你家己。好，放入去，好不好？啊，头家你甲我放好不？我家己放。我家己放哦，安尼哦，啊，你手放伫后壁，就排你手排伫后壁，好。好。放伊中间。好，放伊中间，中间，放入去。哎呦，有够无？好。多谢老板，多谢老板，拜拜。